完了，北子哥来了。迟到一个飞机不过分吧？迟到一个飞机不过分吧？哎呦！迟到一个飞机不过分吧？牛奶早点啊，马哥。What？ 爬一下，爬一下，马哥。哦，这南总。我一枪把你狙了，这人。屋里还有人。要死了！爬进去直接做掉他。厉害！嘿嘿，喷子之王。脸上围墙有一个，需要帮忙吗？对，这围墙，这仓库的围墙。好的。精确标，精确标，三号点。来了。箱子后面。有 ，OK。箱子后面 ，OK。哦吼！哇！哇！有点穷呀。钱都没有，他是个穷逼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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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嘟人了吗？在右边那个屋子里面。刚才是在这里。有挖皮吗？有挖皮。中间有一个。先绑个绷带爽一下，你们打着。好的。在进步。在我对面，我对卡了。哇，真顶你个肺！没事。别舔我的猫，打死你！我。打死你！打我干哈？啊，四倍，四倍，喂！在舔这个呢？不是，王彦霖啥事儿都没干，有意思吗？不了，我想，我到后来想干他们都酸了。没有意思吗？有亏吗？意思吗？有亏吗？窃取他人劳动成果，有意思吗？啥也没干，就一顿舔，有意思吗？干死了，杀人了。我们俩都在杀人打架，你呢？啥也没干，啥也不是。我操！还骂人？我操，好可。你看楼顶上是个啥？上不去啊！啥？你看。哥哥，快出来！快出来！有大宝贝，大宝贝，空投补给箱在楼顶。
上不去了，上车不就上去了吗？再想个办法上去，上。真会下这功夫。哇，这没看到上了。你没车子里面，刘哥没来要发火箭了，绕了一圈没有。那美没来要送火箭，刘哥都充死好了。这傻逼吗？当他没来就没来，还得当他没来。刘哥没来，没看到他哟。他说话你的，他说话你的要假装听不到，知道吧？我们是三排。我没来吗？不是，他怎么说话？火箭他送定了，冲锋枪不错，不要。你那麦克风又来了，哥。他来了，他来了，他给你说声早安，他来了，然后他走了又。没来。没听到。我的麦克风来了，来了之后跟你说了声早安了。我等一下把你人塞进麦克风里面，我让你以后成为一个麦克风，我在淘宝把你卖掉，然后你天天可以跟你新的主人啊。好不好？不至于，不至于，不至于！我跟你打招呼了吗？麦克风，说你好，来喽。怎么样？你也来了，你的麦克风也来了，可以，可以。行。知道了。多疼啊，大哥！一早上老这样。不折磨这些无辜的人。专业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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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在想这怎么上啊，哥？就一号，这咋上呢？这高度也不够啊，头也冲不上去。我有办法。卡住了还？我尼玛！啊？我尼玛！好不容易找了个车，这咋办？卡在那里了。你在干啥、啊、不动，他的物理引擎做的可见有多差。要做了好了，我们推就把它推开了。曾经的这个车是可以推的，后来就不行了。我昨天晚上又复习一下吴京非主流那个电影。啥电影？博帅。没看。好看，老屌了！吴京一身八神庵的造型，一个人进去砍掉100多个。一个白头发斜刘海是吧？不是，八神庵的造型，知道什么叫八神庵的造型？非主流杀马特，八神庵。斜刘海。来车了。八神。有冲锋枪、消音器，帮俺带一下哦。好多、哦。最喜欢玩屁股。我帅。不过我蛮早喜欢吴京，他的动作比较帅，干净利落。就是第一部看吴京的电影，就是那个《杀破狼》。《杀破狼》里面的那个吴京，我觉得挺帅的。他那个动作干净利落，有那个李连杰的感觉。
不信哟。来个冲锋枪消音器呗。没有。这咋又回去了呀？战狼一挺好看的，战狼二与同时期那个叫什么？哦，什么？哎，我想不起来了，什么红什么色什么红色什么？哎，我想想，红色行动，红色行动，是红色行动吗？叫有人？没有，色的吧？有人。哦，红海行动。差了一点。啊，对，在上面呀。还有楼上还有。对面房子也有。我上去。Rush 上楼吗？等等我呀！还有个队友在对面房子。哦吼！来！红海行动我拍的挺喜欢的。那电影其实拍出了战争的残酷。打楼上吗？我了我，二楼对面二楼。哦，好的。什么位置？刚在二楼阳台打的我，又来人了。后面。二楼拜。打了。就是他死了。红海战争我还是蛮喜欢的，好吧。红海战争那不，红海行动。谢谢雷得利巴兰坦，雷得巴兰坦送的那个飞机。泰语吗？这是雷得巴兰坦。这是哪里的语言啊？就跟你们这群破街的意思差不多。哎，我操！操吧，还有人！我操！我操！别！我顺吧！操！哥肯定有红点，老哥肯定有枪口补偿器。我卖屁股，你怎么可能有？哇！你怎么被一套给顺秒了？一套直接带走。哎，跑毒了，再见。极其手段极其的残忍。我哋呢班打工仔，两个方位角60，三个。扒了头，漂亮。莫星大杆射速之内没有，莫星大杆别人貌似还有98K都好，射速太快，没中就太过分了，射速快伤害可观，牛逼，开枪击中。刚才那枪为什么没中了？打了波了吗？三个人。我这把已经杀三个了，尽力。运行完了。打了一个。三个，你小心，你后身有人被偷你。找的是红色衣服的是不？
不是不是，我的衣服没打。加了。我的衣服还得拿个石头。我的衣服得难点。没有，我觉得他这把莫辛大概要比 M 四八 K 都强。我也这么觉得。他的弹道挺好的。这把双狙是打移动最好的双狙。我的衣服也缺，我的衣服倒了。快！被人打死了。狙呢？下坠就不考虑了，下坠所有狙枪都有下坠，通病，这很正常。但他射出伤害都不错。这枪可能受欢迎度要超过 M 四跟九八 K 了。嗯，是的，看我 M 二四特点，也有九八 K 的特点。二战神枪，贼牛逼！他什么时候出把 HDR？HDR 是那个步枪啊 ？LD 里面那个狙啊，那把大狙啊 ？HDV 那是。HDV。不是 HDR 吗？是 HDR HDV 啊，我记得是 R 呀，是 R 吗？忘了。那个就是大，像那看着像巴雷特的都。对。三人队，我们刚在那个房区，最安全区楼跑。有装那种枪打普通的那种房子，都能打穿喽。我挺喜欢那把枪，那把枪声好屌。什么时候这个房有装甲车我们不知道的。我傻了，刚才我们杀那队人偷偷打了个辆装甲车藏在房子里。我拿十二级甲不是三级甲。像个满面队上面，这三二级甲换的。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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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内控刀。找到你了，找到你了，那是慢了，不想熊满了，我猛人。一小报仇，给你换个熊头。这里这里，这里这里，这里这里，这里这里。还有你，还有你，这点位置，哪里打一个？这里来一个。我操，牛逼啊这一局！我操，有雷还有。然后呢？没看到队友，房子后面，把你
아리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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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我们既然能，既然你既然知道我是唱什么歌，你是音痴呀！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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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哎呀哎呀来，狂野雷啊！捡个药，捡个药。For the king。来，兄弟们，这把让我们吃个鸡，开启这个早上的开门红啊！让我们开门红。吃个铁，然后接下来就可以不用吃鸡了。就想吃一把鸡，怎么能满足我们的胃口？不能不能想太多。我后面还有火烧，我们刚刚防区，应该在后面。一个，哎呦，三级头。房子三顶，准备石头，想办法把它做了。已经发现了，没有，还没发现。那爆一个，别上。哦吼！你架住三顶，你架住三顶。来喽来喽，他准备炫服。三顶倒了，三顶倒了。他上一头一枪大满血，可能死不了。哦 ，nice， 被我爆过头了，没那么快满血。现在我们打对了，打死人了，防区出来一个毒人，往左侧走了。牛逼，还有九个人。里还有一个，再往上边拉，75那边拉，拉到石头。石头后面吗？应该是。不是，不是。都在倒地一个。嗯？嗯嗯。别问，问就是虐菜。别动，打药，打药，别封烟了，打药，哎，乖，别动，让我打一枪，就一枪，嗯，哎，一枪中了，抽到围墙，漂亮，牛掰，踹了踹了，八十分呀，漂亮。二位兄台有点猛哦，底下小帐篷有一个啊，湖边小帐篷三附近，帐篷那里有一个，看我这个，看我这个雷那里有一个，来了，看到，三级头弹瞄哦，哇秀啊，三级头跳下一个，把毒吃毒了，俩都吃毒了，哪里？毒死了。毒死一个，没打药死了，漂亮！最后五个，好，底下房区有人，漂亮，干死一个，这个赶紧补掉，补掉了就好 ，nice。这 MPP 在哪里啊？往左边走。二打二打一，好吧，身后还有一个。往左边走。下面右边有俩，左边有一个四个。我看到三个。哦，真的是。经典经典脸上，大哥。左边还有一个，左边进。两个。刚去一个。漂亮，二打二。二打二，二打二。二打一，二打一，剩一个在树后，剩一个在树后，底下，底下，漂亮！
操！全体起立，蓝四猛男，双击六六六，太。